心宝宝有我的一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玉茂妈妈的料理世界。欢迎欢迎，欢迎什么呀？欢迎来做料理，恭喜恭喜，大家当吃着好料的。好，你都唔知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会有这个特别的单元呢？其实就是我去年嫁做了人妻这样子。人妻。然后呢，我发现呢，我妈妈这个黑暗料理界女王的天分，完全遗传给我，就是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做。然后，所以我后来很深刻的反省之后，就我不能一直让我的老公跟我的婆婆做菜给我吃，那我就想说我来学一些简单的料理好了。所以呢，各位妈妈在家里如果无聊的时候，可以做这些我们介绍的料理，因为我们这两个黑暗料理界的母女都会成功的话，代表你们也可以成功哦。今天第一道菜呢，是我们的番茄红萝卜牛肉汤。这道菜是不是其实对孕妇蛮好的？哎，真好，非常的好，请你给我看一下。我现在今天就是要五个月啊，来坐了。五个月啊，所以咱今天来先用这一道菜来帮天下的妈妈补一下。你若要给你查某囝嫁出去进前，请你一定要先给训练就好，啊，不然你嫁到人家了，咱妈妈家己感觉真歹势，也是让这道菜。各位啊，这个时阵是悲剧发生的时阵，发生的时阵，来，千万莫惊到。色的是不是都不用？白色什么不用？这个都精华哎、欸，白断切断断，这啊，这样断，变成这样，就是一个大拇指比赞的大小。其实可以，还再长一点点，再长一点，这样对。番茄要削皮吗？不用啦，不要削皮吗？番茄给我削皮就可以。啊，你是要？为什么不用削皮？当然不用削皮。哎、欸，大家好像一副就是知道不用削皮的样子。屁！下面两个夹番茄就削皮嘞。不是，你要煮啊，煮完。啊，煮也是。我们很少看到番茄汤里面还有皮吧？你煮，当然有啊。它皮就会，它自己会分离掉啊。好的，我真的有一些私人的疑惑想要询问陈妈妈，当初进到明花园之后啊，哎呀，你有没有后悔？到现在为止，没有，没有，只是阿生，我生在旁边，阿生不，太好笑了吧？我没有后悔，真的，因为我人生总是有坎坎坷坷嘛，但是呢，在嫁到明花园里面，就是我开始要面对很多很多我少女时代完全没有面对过的问题，那包括就是说一进去啊，哎，所有媳妇拢只搞煮食呀，但是我这个台北来的媳妇，第一，因家拢无电器用品，所以我就真正无啥样煮。我咧讲你，我咧讲你，就开始切。我想要听你讲，先切。不用说的，好，我来，我试试看。好，然后那阵呢，过去嫁去明花园了后呢。头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大灶，搁爱起火。但是我伫台北市的时阵，我的妈妈拢用电锅、瓦斯、电冰箱，所以拢是有电的。啊，但是我还是没有下过厨房啦，所以我真的不会煮。应该叫我煮稀饭，煮糜用大灶煮糜，我还搁先去起火。稀饭煮出来了后，你敢知影就是变什么呢？因为稀饭，我想要放足侪水，安尼就是稀饭。但是我忘了一件事，我去弄其他的菜，弄其他的料理，然后呢，我就没有去管我的稀饭，我都会去看它，要给我最感动，要给我最感音调哎，安尼我的稀饭应该 OK， 所以等我把所有的稀饭端上去的时候，各位人客啊，这个时阵我的目睭已经无法度睁开哦，我的三脚来切较开的拢，哦，拢是洋葱。还袂讲着我的面到底煮料变安怎呢？啊，我就端上去了，结果呢，我的婆婆超厉害的，婆婆说啊，超会打，哈，我无呢，嘿，最近那个音的力呢，哦，原来伊讲下底拢超会打，锅底都已经粘住了米了，哦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一定无给伊拉，没有搅拌，哦，好，对，
婆婆怎么这么厉害，连都没有看到我再怎么弄，她都知道我什么动作没有做。哦，人生第一堂课就是煮糜啦，煮个臭花刀啦，现在已经知影讲无电器用品的时阵。哎、欸，阿母，咱这都吼。为什么刀会刀？切麻那切都切袂着。我找到一个方法了，就是很用力，很用力就可以把它切好了呢。人生就是要学。人生就是要死啊！这问早点起来。牛肉，牛肉有带筋的，所以猪汤会较好食，啊，较袂软骨骨去安尼。所以现在食材都切好了，我们要准备下锅了。这时候，把酒也开始无煮啊。然后是牛肉，哎，牛肉弄落去啦。哇，你包这些我包这些了。你看就是这样乱炒乱炒，炒到、哦、它表面看起来有一点点上色了。这么忙，你们以前爷爷还是有牛肉可以吃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们都吃什么？有滴吧，我就很欢喜的啦。我拢食大锅炖汤，炖汤。饭汤呢，意思就是所有料拢煮煮好，煮汤放愈侪愈好，因为料无遐尼侪嘛，啊所以汤爱较侪。啊煮一鼎饭，啊到时要食的人呢，就是先较饭，再把遐个汤内面的料拢啊卡卡落去，啊伊就是一碗饭汤。饭汤就是足简单个啊，啥物拢淡淡落去汤内面啊，迄个蔬菜啦，啊一点仔肉尔啦。迄阵生活足艰苦个，哪有可能有食啊好？啊尾啊呐。那大家搁较无用个，因为拢是阮只个媳妇也要做鱼，也要煮饭，啊，所以鱼若装济个时阵，就无法度一道这样这样煮，只有啥物拢要淋淋落。好，好，可以了，水滚啊！都来做伙。好落去，放落去，啊好，我这看起来就很漂亮。好，可以啊，我们就让它转。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自己做的黑暗料理，觉得可怕。啊、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浴帽。哎，各位朋友啊，咱吼若要煮饭嘛，是要维持人优雅美美的。啊，煮料诶，规身躯汗，规身躯诶油臭，哦，真的很难闻。啊，大家拢食到种欢喜，咱家己食料诶时阵，搁爱洗碗，搁爱洗碗，是有够辛苦。所以呢，但是有啥物煮料，身躯拢干干洗洗洗好好时阵，暗时啊倒落困诶时阵，一直闻到，拄食迄个牛肉诶味。牛肉汤的味一直走出来，一直走出来，肉汤就开始一直舀，一直舀。我想讲，我迄条汤不是拢啉了了吗？为什么还阁有这个味？哦，忽然间看到我的头毛，啊，原来所有油草拢卡在我的头毛顶悬啦！啊，这拢会当洗的，身躯拢会当换嘛，但系头毛卡在油草，你就只好去洗头。啊，有当时啊真忝啊，煮了真忝，阁食到足忝的，阁要洗头。所以我就想到啦，我好不容易头洗到水水回来，我搁要煮饭，我的浴帽就先摕出来啊，先来戴哦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发现这个办法真好呢，各位，咱吼食不饱，洗好，身躯洗好，浴帽摕来，咱的头毛搁蓬蓬，啊，搁造型还搁真水，唔像我即马摕来互恁看，结果破功。摸一摸就恢复原本的样子。你看，安尼时阵，哈，哦，哎，真的很好喝哎。法力香的味道，什么？我咧介绍我的汤，很香。法力香的味道很香。哎，记得戴浴帽哈，组长。下次记得要继续收看我们的浴帽妈妈的料理时间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黑暗料理，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然后按分享哦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浴帽，浴帽在这里，看我把这些神采盛放。
通通化腐朽为神奇。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，包饺子包饺子捏捏捏，撒一把帅气的胡椒，好菜热腾腾端上桌。